我本来是在这边，好，他来，我发现到有了，第一个什么，先闪开嘛，是不是？你要碰到，你要碰到，距离在这里嘛，你力量要进来拉动，我才有反应嘛，这是不是让掉？所以这一步是让出空间来，让出空间，手从上面，手肘，你看，手掌，啊，所以他如果这个收起来。他这个收起来走，他那个出，那个出来，看到吗？所以你的动作是这个样子的，你的动作是这样子的，先不用，你看，所以你在练的时候，你的动作是这样子，让，翻身，搂住，好，这边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这就是说我如果翻身，我如果翻身。带到他的手来，我在这边翻身带到他，我这边下来，滑到这个地方来，这样子，啊，所以在拳打起来是这样子，啊，动作是这个样子，啊，